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全天候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东部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依次起飞，飞赴台岛北部、西南、东南空域执行预警指挥、兵力进压等任务。今天，东部战区已重点组织对台岛多方向高强度海空抵近射压，全时为台岛周边侦察预警、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在我身后，火箭军某导弹旅某型常规导弹正在起诉，即将完成发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部队依令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后，发射单元快速隐蔽待机，做好发射准备。接到发射命令后，号手迅速展开操作，起束导弹，准备导弹交接转载和发射测试，只待一声令下，断然出手。点火！点火！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导弹依次腾空而起，直刺苍穹。这次常规导弹火力试射是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检验了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作战能力。战区空军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出动上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编队起飞，奔赴台岛北部、西南、东南空域，执行跨昼夜联合侦察、空中突击、支援掩护等任务，全面检验大机群出动、长时间持续滞空、高精度精确打击等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十余艘驱感知